主料猪肉75克，辅料酱油5毫升，五香粉3克，孜然粉5克，花生油5毫升，盐2克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猪肉切成 1.5 厘米见方的肉丁，放入碗中加五香粉、孜然粉、盐、酱油、花生油，拌匀腌制20分钟。用竹签将肉丁穿上，放在烤架上，再刷上一层油，烤箱预热200度，上下火烤10分钟即可。烤好的肉串，烹饪技巧：一、猪肉不要切得太大；二、要提前腌制入味再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D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